12月2日，杨幂爸爸在微博为杨幂参加的综艺节目宣传，并写道：这俩丫头是要干什么？川岩组合闹完宫之后又要大闹天空了，期待今晚真正男子汉。之后还晒出了一组照片，其中一张杨幂童年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。照片中杨幂大眼睛双眼皮，高挺的鼻梁依稀能看出现在的样子，看来从小就是美人胚子。看到如此可爱的小杨幂，网友纷纷留言：天呐，小可爱萌翻了，想把小杨幂抱回家，小小蜜来亲一下。这张照片证明了杨幂没有整容，天生就是美人胚子。杨幂一直以来被视作十分优秀的女演员，演出的作品也大多受到好评，近来又因为真正男子汉里的本色表现而圈粉无数，即使工作忙碌也不忘陪伴和刘恺威所生的女儿小糯米。而近日有消息指出，杨幂将挑大梁演出扶摇皇后女主角孟扶摇一角。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，描写为收集五洲秘令踏上历险旅程，并在途中与无极皇城太子长孙无忌相遇相爱的奇幻故事。先前传出电视剧将由陈乔恩演出，也预计在8月开机拍摄，但却一直没有后续消息，直到30日才爆出女主角将换由杨幂演出。杨幂现在人气真的是越来越高，不仅仅只是她的演技越来越好，现在的私服搭配也越来越赞了，着装品味也是层层飙升啊，机场街拍更是引领时尚潮流，一年四季穿的最多的就是裙子。上衣穿的是秋冬装，下身还是穿短裤短裙，为了露腿也真是拼了，千篇一律的露腿大法简直要看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大秘密这是要将露腿进行到底的节奏啊。就在前段时间，杨幂还登上了某知名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大片，照片中大秘密面容娇巧，神姿撩人，满屏少女感真是挡也挡不住啊。